你是谁呀？我是龙龙。嗯，我们去干嘛？去拿车子。拿谁的车子？叔叔的车子，看修好了没有。对，我们去拿罗罗的车子，看看修好了没有。罗罗和他师傅去玩去了，我们拿他车子去榨油去。他不在，我们还活还是要接着干，榨茶油。跟着我的镜头去看一下。这么早开门都没有啊？是哦。看一下吧。哦，有，也不知有一个师傅在那里。啊，在修车。嗯。修车。弄了没有？好，修好了。弄了没有？修好了。叫他打电话。喂，弟弟，问老板拿一下。这个门是新的还是旧的呀？看不出来。嗯。那个。看不出来，玻璃还是这个玻璃吗？玻璃应该是原来玻璃，没换。我们原来玻璃没换。因为这个没弄啊，这个没弄啊。来扔掉了。这个呀。来扔掉了。是啊，这个。就没了。烂了。不用了。问一下老板。换灯要钱了。这不是，这个是他们撞烂的呀。老板又不在这里，你问谁、啊？问一下，这哪里来的啊？这里是这里。对，走。有光没有啊？老板，那个的灯怎么没换呀？这个不是上次说的，这个也是、他撞的吗？我换新啊，还没装。啥时候？现在给我装一下嘛，快点。我要用，钥匙他拿了。这，好，你倒出来。不要多久吧，这个还可以要吧？要就办，不要就扔掉了。用在这里就行，还是留着哈。没用这个镜子用来放，主要是那个镜子起作用爆开。好，不要再大手，不要再那个。是说换了新的开不开，还是装原来的上去？车装不装呀？要放这里放几天？你说装不装？等一下去跟他洗一下车呗。这个是怎么宝马？你认为他是宝马，他就是宝马，知道吧？我这样一看我就学会了，那你们就要失业了。搞定了，修好了，走，开去榨油去。没豆腐，没鱼，无笋，走，拿进去。我停车，你拿过去。啊，就在开始睡我家的了。榨好了油，回来这里开始打包了。然后我姐姐一下子就打好这么多。
我帮你打湿哒。不在你们这来，那边来了，看到没得？我帮你啥子？我们送过来了吗？多包一袋子，先包进去。你包不包？再包到天上。那再包。哎。